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保证强化七加四等于八的活动，当然我们也要来准备强化啦。然后我们这次准备了跟之前比起来比较少，所以准备了五六组吧。然后我们来进行强化，这边我们看这个收割的结果啦。泰山加八109，然后下一个是胡金龙。我们的理事长107啊，然后再来是子鹏，子鹏可以破100啊，可以101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，再来是我们的郑兆航，OK。也顺利的加八啦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布鲁斯，布鲁斯也顺利的加八啦，然后再来两张灵异犬，主力的部分比较少了，主要还是一些就是之后可以加食来自己吃的卡比较多。哎，灵异犬也加八了，然后再来是詹智尧，及周思齐。有这个陈聪宇，那陈聪宇没有肥料，那可能是我没注意到，那我之后再来补加好了。然后再来是沈玉杰，我原本以为是五六张啊，不过现在发现好像还蛮多的。然后陈荣基，其实还有一个蒋志贤，我好像也还没练到加四，陈荣基啊，我那个没加七的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放着，然后再来陈聪宇，诶，啊，我没注意到，尴尬了，我直接让加七的直接爆掉了，没事没事。在夜加起，好吧，那就是等之后再重新一次加起，尴尬了。夜加起完，再来是黄恩赐，以及最后我们的，我还有两张陈凯伦。看最后一张，古灵瑞阳，这次其实强化的还蛮多的，不过该有一个小插曲，没有注意到，直接爆掉一张加七的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